一个大美女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她非常的平易近人，而且非常的客气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明天再来好好访问她。我们先邀请她来唱歌，她的老歌唱得非常好听哦！掌声欢迎我们的苏有容来啦！
我在那想说梅老师又出来，然后想继续唱，哇塞！因为我想，我到后面想说要怎么样才可以跟你搭？对对对，你上面白的，我就下面白的；你上面红的，我就下面红的。哇，对，好用心啊！大家给梅老师一个掌声好吗？谢谢。哇，哦，又了！你看我刚这样子介绍你，你看你的海报根本就抢，疯狂的抢光。走一边的，真的，走一边都不够。你刚这样走有没有？完全有人满为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是人山人海哦，因为副县长讲你要记住这个，太厉害了，真的哈、哦。哇，刚那一首《爱你万年》就是代表你的心声嘛，对不对？就爱大家。是，那接下来既然在下面，我看你就不要上来好了，好不好？带来下一首什么样的作品送给大家？这首歌也算是在台湾非常非常红的台语歌曲，哎呦，也是叫龙千玉龙姐的歌曲，是《永心》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掌声鼓励，永心这地方，还是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Thank you.
好，掌声谢谢我们的佑荣，谢谢。哇，其实呢，我觉得佑荣的这个举动真的很棒。其实呢，就跟我们的志工朋友们一样哈，哎，用心，然后呢，可以呢，就刚心呢，啊，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佑荣，掌声谢谢。哇，真的平易近人哈，平民天后，哇，期待他呢常常有作品，可以常常看到你的演出，谢谢谢谢，拜拜，再次。真的没有没有，我好，那既然这样子，我想这样子，你站。第一首要等你出来。真的没有关系。既然这样子哈，我跟你讲，既然这样子，我就送一些金玉良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祝福呢佑荣，也祝福我们所长所有现场的好朋友，一代五来五 hockey， 祝你们呢未来天作之合，相亲相爱，荣誉爱的缘定，三生骄傲天成，百年偕老，喜庆高堂，月壮富贼，君子好酒，美满良缘，唱水邪乐，喜有天成，三军在户，其色有志，花烛年开，美满良缘，如酒共，千方三里望，十五好处，共同合作，爱情的甜蜜的相聚，情深难忘，遥不可及，一人不喜欢的。你们调动大神，七星高照，八方云集，九九长长，十全十美，掌声鼓励、啊！谢谢，谢谢又有给我机会可以讲话，谢谢你，感谢，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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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哇，其实呢，每一个艺人呢有他独特的风格，那我觉得佑荣呢就是非常的平易近人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的话厉害了，他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很可爱的小甜心，因为我看到他每次都是笑眯眯，每次都是很开心。